那7:04了，我跟阿龙要去看8点钟的电影。对，我们刚才吃的好饱。饭店是谁嘛？又吃火锅，今天的火锅太辣了。你们走的时候记得把车外边的灯打开，黑漆漆的我们也。哦，好的好的。喝点凉茶。打灯是吧？对，车接电的吧，接电就打开了。打开户外灯哦。对，户外灯。这边直播。月龙也在直播，我们马上出去看电影啦！我们去看电影，那个叫什么？复仇者联盟四。复仇者联盟四。哎呀，我胡子好长啊，要剃了。哎，请问你有胡子吗？难道你有啊？我和红牛应该要长胡子的。哇，你看这边天空，哇，黑压压的。待会要是下大雨，我们就回不来了。天边就有那个黄黄的。希望待会不会下大雨。哎，有一首歌叫什么？风中有朵云朵的雨一直下，气氛不算融洽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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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拿着我把撑长一点，撑长，伸长一点。哇，这边还挺好的哦。对啊，一个人都没有。人家很多人说我们最近的视频天天就是这样那样的，没有像我们刚开始出发8090那样好。因为最近见朋友嘛，天天就是吃吃喝喝的。你出发去西藏也是吃吃喝喝的。对对对，但是我们两个人就会好一点。过几天他们就走了，走了我跟阿龙、半斤，我们就去大理，去洱海。洱海。给大家拍一些美美的风景。哇。哇。我们现在在雪山花海。雪山花海。雪山花海，雪山花海乐园。哎，我牙齿上有没有东西啊？没有，我呢？没有。上次我拍视频，看都没看，就说没有。没有。上次我拍的视频拍完了，做后期才发现我牙齿上面有一个花生皮。没有过马路啊？你干嘛？在这里啊？就在这里叫弟弟吗？对啊。哇，这天空，现在都已经7点多了，天空还没黑。上车了，就这个。走吧。先上去。好嘞，你好。你好。嗯，好嘞，好，谢谢。现在应该还挺早的啊。对，还有半个小时。那我们去买点吃的。去哪里买？去超市买吗？可以啊。可乐跟矿泉水。啊，因为感觉好口干啊。酸奶也可以。哎，要不我来个冰淇淋。哇，这个好吃。这个是什么呀？7块钱要吃吗？好吃吗？干吃奶饼，来一个吧。我吃。那我摸一下这个，你是不是也要吃？都说我现在胖得像个大妈，又黑又老又丑。哎呀。我觉得阿龙来了，然后最近又跟1212呀、月龙汇合呀，天天都吃吃吃吃吃。我减肥什么时候才开始啊，阿龙？啊，你减肥？你有什么梦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十秒。就是你按，然后它跳到10秒，你刚好按下。试一下。开始了。嗯。4, 5, 6, 你肯定要错过。7:08。9:08。来，我试一下。7:08:53，来，先清零，好。啦啦啦啦啦，10秒。哇，这是6啊，7、8、9。9:09。哎，还是不行。挑战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来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卡住了，卡住了。第三个，胸太大了。试一下这个，哎，第三个可以。胖就胖，还学胸太大。我的妈呀，魔鬼身材啊！我是魔鬼身材。啊，魔鬼身材厉害了。自己完美型，前凸后翘，完美型。哎呦，我去看了。走了，去看吧。你能过最后一个算他输，来，你去。
你又没有胸又没有屁股，你第一个还过不了？哇，魔鬼身材不行，完美身材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谁能过第一个啊？不知道，小孩子嘛，里面。哎，那个画家勇哥。画家勇哥，他很瘦，那个。他这是扫码的啊，是的，那边麻烦自取一下眼镜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哇，他这个不一样，皮的。对啊，是皮的，很壮。好，好害怕呀！马上漫威就结束了。我们是8点来的，8点看的，现在10点56。他刚才把我们 GoPro 收起来了，现在去找。腿都肿了，感觉穿那个鞋啊，就感觉好。屁股都坐累了，是吧？好重啊，穿这个鞋。好，谢谢你啊。好嘞。拿到了。刚刚收起来看电影，不能带这个 GoPro 进去。我觉得像这种编剧啊，我觉得后面还有几部都有可能。嗯。神。不过已经结束了。已经结束了。复仇者联盟系列已经结束了。嗯。以后可能会出现，哎，这里可以出现。复仇者联盟好多了。正好出去吧，这里是其他。不，我们要从超市里面。龙八强。你有想过超市门口才是大马路吗？哎。这里出去不是大马路啊。你逗我玩是吧？对呀，你逗姐姐玩是吧？对呀，我打你哦。来，你把水拿上。你有包包。现在回去了。叫滴滴了。回来了，好快哦啊！对呀，其实不远。哇，回去一个人走的话，挺害怕我。你现在是一个人走吗？乌漆嘛黑。我说一个人走害怕。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什么恐怖蜡像馆？哎呦，你哇，这个你别说，这个就像那种镇一样。对啊，我没小镇啊，然后就是那种。哎，你别说，恐怖蜡像馆超好看，还想看。恐怖蜡像馆。对啊，好吓人哈，就是好紧张的那种。不是，它又吓人，它是很紧张，不是很吓人，而且很有艺术感哦。艺术感怎么说？哎呦。哎呦，刚说恐怖蜡像馆，如果这个是那种无头，对，糟了，怎么了？手机不见了？线，狗气的线，都在电影院了。狗气的线没有怎么办？明天怎么拍？回去一趟吧，我们。你确定是电影院还是滴滴？电影院。你不，你滴滴没有啊？滴滴没有。哎，充电宝给我，我手机快没电。伞，汽水。有充电宝干嘛不充电呢？你把伞拿上吧，万一下雨了，淋成落汤狗了咋办？不会的吧？伞拿上，纸拿上。你确定是在电影院吗？肯定是在电影院啊，因为我记得我把它放在那个座椅上面。我还想着走的时候放在旁边肯定看得到啊，可是为什么走的时候就没看到？你为什么要把它拿出来？因为袋子放了很多东西啊。但是放很多东西你可以把伞拿出来，为什么要把狗漆的线拿出来？线会占包包的空间吗？就好像你那天快、啊、好，你现在去舒服，你现在舒服啊。阿龙现在回电影院去拿狗漆的线了。刚刚看电影，包包两个包那么大，水都装了下，居然一根充电线，他不放在包包里，他还说放在那里，走的时候会记住。走的时候那个 GoPro 都是我提醒的，我都去拿了这个 GoPro 了，没想到线，回来才想起。哎呦，哎，回来了，他们应该都睡了吧。睡了，回来了。哎呦，我回来了，阿龙才想起他的狗漆那个线还在电影院，又回去了。喝水，吃狗粮。
太远。阿龙，你打滴滴打到这里来了？对呀。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找到了，你这么小一个线，你以后穿在包包里嘛，还说不舒服不舒服。哎呀，对呀。又爱说天天说你的不是，不是我说你的不是，你真的是有事。对啊，漏了根线，又跑回去一趟，又跑回来。这根线来回打车20块，拿去。